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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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经典，经典玩法。我的豆是一万豆，我又要好起来了，朋友们。我觉得我游戏声音这么小，都让我没有这种打牌乐趣。冲！开始游戏。我能不能充钱买一个月的记牌器啊？好吧，不叫不叫，叫地主，抢地主，抢地主！你哼你哼嘛？不加倍，不加倍，你是四个二吧？不然你为什么这么膨胀？对三，对三，那你不就正中下怀？对四，哦，提示。选择一手对九，跟我对对尖，对尖，你怎么说？不要过，完了，他三个二，三个二一个对尖呐、啊，这个人，哎呦，这不愧是9.15万豆的人呐、啊，三百一，三百一，那么正中下怀，管上，错了没？不要，你给我打对，对四，明白吗？对七，对七有用。对九，对九刚好一对 十，你有话说。对二 ，pass 不要。飞机，没办法呀，运气不好呀。起手先输1500豆，刚好卡着10000的豆，还行，我觉得问题不是很大。这种牌能赢吗？赢不了，好吧。你上你也难赢，被天克。没这么玩的，你放了人家一对七，你不放能走吗？这一手先手牌叫地主，完了，他觉得我们是小羊羔，是疯狂宰我们。你跟我抢！抢地主，你跟我加倍，不加倍，完了，超级加倍。下播警告，对七，对八，对圈，对 K， 过。pass， 圈儿，圈儿，二，尖，二，小王，不要过，你来，三带一，三带一，哎 ，pass， 不要，对二，你到底有多狠呐、啊？这个人，他要是一飞机。Pass炸弹，不要过。炸弹，不要问，还在这里教教教，这有什么好教的呢？神仙难救呀！你这你走得了？那除非说我跟我的队友神仙配合，把他坑得嗷嗷叫啊！这个人直接赢这么多，第一波低保赢定了呀！我就是在这里苦苦挣扎，不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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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加倍。快点吧，我等的话都谢了。不加倍，不加倍，
五六七八九呢？四呢？都什么都没有。飞机飞得好。哦，要不行。Pass， 不要。然后呢？三代一。三代一。恰巧我也是一手三代一啊。四。过。过。这不就一手单走一张对三？我等的话都写了。你吹什么吹呢？对圈。你会不会？不要。你这么有表现欲吗？过。你来。三带一。呀呵啊，要不行。然后呢？二等博。顺子。嗯。然后呢？王大。pass。对。对啊。我就有两张牌。K 的好，我来帮你。注意哦。尖。尖。你是大王吧？我是出还是不出呢？他有个二吧。不要。啊、哦，还好我机智。大王，要不起。pass。然后呢？对高。对高，对高有用。对尖。对尖，单走一张六。我就两张牌了，小心点儿。过。快点吧，我等的话都写了。单张。我就一张牌。圈圈好。你有没有？为了求稳，我是不是应该先小王？小王，快点吧！不要，我的话都写了。六、八，哇，天才！还好我丢了小王啊，这不然我直接过他就没了。结果搞得这么花里胡哨，375豆，连门票钱都不够。小地主，不强，越打斗越少，累。抢地主，我抢，我送你走，好不好？我这一波六七八九十，不加倍，这终于是他们来了，有什么好说的？三带一对，那你不就有什么好说的？管上，管上，要不起。六七八九，不要，要不起。过。然后呢？连对。连六。管上。哎呦！哎，好好好好好。管他管他。不要。三。三三的好啊，兄弟。K。No。尖。尖还是 K。K。K。啊，有用吗 ？Pass， 小王，你跟我闹！不要！啊，你要起，你就三张牌，你是怎么样？我这不三打一，你怎么办呢？啊，嘉华，我三打一，再见了！注意哦，不要 ！Pass， 对二，真的是简简单单翱翔。哇，哎呦，我又回来了，回来了，朋友们，这是七八九十高坦 K。这个向东，他这个颜色怎么这么花里胡哨呀？叫地主，完了，看他这个叫地主的这种台面的工具都这么霸气，我有点慌。这个人，他为什么他这个五四三二一是不灵不灵的？哦，还好他是我的队友。不加倍，不加倍，不加倍，又少个七，这一天到晚不是少七就是少八，连队。连对了呀，向东过，不要。你不守住你的八点五万、八点六万豆吗？阿东，五，他都五了，还不干活？尖尖，玩这么大，不要过。小王，小王，怎么讲？过。那我当然一手大王啊，我大不大？我这大王，我好像也没什么能走的呀，我这。我这八九十，我这对，就只有对了呀。
不走不走，快点啊，大不大王都等了我花都谢了，不大了，大王啊，不要 pass， 对三，不对三，对对三，对三，对他对他，对七，对吹，压不起，对尖，不要，要不起，过，完了炸了，三带一，三带一，那我刚好呀，你别管，管上。pass， 那你来，大你，跑不了，所以他牌太好了，我又回来了，我又在拿低保，叫地主，疯狂反复横跳，不抢，不加倍，不加倍，加倍。一看你这个人就有一手王炸，这个鸭米米，他没王炸，他敢要三带一，他的水平就跟我一模一样，那我必须阻止你。此时不打，更待何时？打不打？打了吧，不等了。压死，过。不能，什么都没出。对他，对四，你不要，你要得起？对圈，对圈，好，你真狠，不要。让你稍微出一下，你就这么狠的吗？对二，哟呵，你这么厉害，清查，对二都上了。一般敢打对二的人，后面都是狠牌呀。过。然后呢？我就知道你可以，小心点，要不行，你别会王炸吧？大你。这，那你不被别人算计了？过。哎呦，清查，还是年轻了呀。接。过。你作为一个2600豆的人，的确想的还是太少。二，那看来只要我站出来用我的对子大法力挽狂澜了呀，是不是？清查，五对五对出去了，你别告诉我你不是对子，好吗？小王，小王啦，兄弟，要不起。过，圈，圈，过，怎么说？圈，那我斗了呀，我不可能拆我的对 K 的，不要，不要。二了，怎么讲？我就大王，他拆王炸，那算了吧，这个事，对不对？他都不想炸的，他就为了赢。一看，斗奴，过来吧。对十，没用了，他乱七八糟的东西太多了，打不了了。必须这把肯定输了呀，又零救急了呀，火力也开了。输定了，来了来了，他终于来了，叫地主，不抢，抢地主，你跟我抢，弟弟，什么起手一对四，不加倍，加倍起手，哎，为什么我没加倍啊？啊，走你，三带一，三带一，王炸。哎呦，我真的是，这终于是轮到我了呀，朋友们！三带一，不要，你别要了，你要不起了，你打了也是在送了。管上，你管有用吗你？还管？注意哦，还管不管？怕哦，怕对四，终于到我了，封顶了，好不好？我就算我加倍这样那的，没办法呀。有3950豆，最多也只能赢3950豆，你怎么还没听明白呢？作为7900豆的我，呀，他来了，他又来了，兄弟们，叫地主，不抢，抢地主，抢地主，你跟我呢？超级加倍，超级加倍，我也加倍，兄弟，你炸了没？三带一。三带一，再三带一，压死，压死，哎，完了，我不应该这样，我应该单走一张单牌的，我应该单走一张六的呀，是怎么这么天真的我？花都谢了，完了，出事了，不出，过，哎呦，我单走一张六不就，哦，他六起来了，那很好，其实一个意思，还好还好，十十。圈
二，然后我就出牌。二，过。炸弹。三带一。炸弹。炸。炸弹。三带一。不要。不用三带一。还是三带一。哎，我是三不三不三带一，我这单走一张九，再单扣一手二，然后一手三带二炸弹，就是这样。九，哦不对，先二再九，也不对呀、啊。先九 pass， 哎，先二，我先二是为什么呢？九九二 go k。过哇，过了二，不要三带一炸弹哦！哎呦，我有好起来了，朋友们，大你大我有用，过你大不大？我有两张牌了，注意哦。陈彦希，不要，你想什么呢？你爆炸了呀，赢了呀！详情，为什么我打出了一手详情？欢乐豆输光了哟。我好不容易拿到一手好牌，这些兄弟就不能凑一凑吗？欠着也行啊，等他们有豆了再还给我呀。这什么详情就给了3532豆，你这个系统不能补一点的吗？2400倍，我笑了。他来了一句详情。不叫，不叫！你是陈彦希，你看他不是现在5000刀了吗？你看他，哦，他居然不加倍，这个人赖皮呀、啊！我真的服了呀！他不是现在有这个5080刀，上一把不给，你不搞我吗？你单走一张五，你真太跳了，老弟。七八 K， 那你就是不对了。K K， 怎么讲？你来，要不你来，二，先打了再说吧。Pass， 不要，连队，连队，对是，过，走顺子不香吗？过，不行，我已经走顺子走了，对是，我每次走顺子都把自己坑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已经看过 B 站的弹幕，他说这个大仙打牌他为非常不好的问题，他说这个人对勾，这个怎么讲呢，就是大仙打牌是有那么一点点灵性的，是吧？这 B 站的人跟我讲就是喜欢凑对子，哦不，凑顺子就有毒。过，我是听进去了。 Pass， 好吗？对五，对十，对十，你看不凑对不就很简单吗？走单张。 Pass， 三，三是不是？是吧？你捏着一手啊，捏着一手小王，你走顺子干嘛呢？二小王，小王 pass， 你压得起？大王那又如何？不要过，你但凡出张圈以下的，你炸了呀！是，那你这人真的是在搞呀！我再走一手二，你还玩个鬼？你太年轻了，彦希。哦，就一张牌了，不要 pass， 懂吗？圈还抢地主，抢不抢？打了汗流浃背，给了375刀，我真的不玩不进去了呀，我不想玩。系统还补了我，还补了我一笔私房钱，那可不嘛，那个人私房钱肯定要补我呀。哎呦！叫地主，我抢。啊，你们抢，你们抢，你们开心就好。不抢，不抢，抢地主，不加倍。加倍，不加倍。你这么狠吗？你别这样玩啊！你这个人，2600豆，又是一波想领低保的节奏。三带一对，三带一对，那刚好呀。我这恰巧也。管上。管上。这八九十。压死，不要。
过。这叫凑顺子了吧？这不凑顶得住？九九怎么讲？全，对不对？大王，大王 ，pass， 一张九你就上大王。不要，顺子。你真是逼我打你哦！我也想出呀。过。然后呢 ？pass。哟，你这么厉害，下老弟。不要。然后呢？过。对二、啊。对啊、张牌了。哦。pass。难怪。六。六六六六。谢谢谢谢，哎呦，好兄弟，原来你这么会玩的，哎呦，不行不行。叫地主。叫地主。叫地主，我就抢地主。抢地主，我抢。哎，再让他抢。不抢。他怎么不抢？不加倍。那就哎，我还是强行把他逼回来了呀，可以啊，兄弟。帮你 加倍一下，就靠你了呀。怎么念呢？它是英文 ，clown， 好吧，妹子加油。七七八九，对不对？是这个意思吧？我帮你规划好了，出八，出八。接。啊！你怎么这么一点都不省的？每次出牌都是往大了出。pass。那我们必须站出来了，兄弟，是不是？你别说不是。你的牌打得太好了。那好，行行行，我上了。不要。他暗示我，我必须三带一，再三带一。三带一。再三带一。pass。不要，三带一过。对五 ，pass。对五，对勾。对勾。嗯，这么巧，对 K。不要，对 K。反手再对勾。对尖。嗯，过。要不起。Pass、完了，炸了。是哪里？是哪个环节出了些问题呢，兄弟？八。八八的好啊。K K 尖尖顶啊。二不要不要过，你再怎么走呢？十十，那我这一手二 pass 不要，我就两个牌了、嗯，注意哦！你这么厉害的，都是我不对，我刚才就应该让你打了呀。他这么猛的吧，我真的是醉了。哎呦，我真是跟着他疯狂吃豆呀！可以可以，我要继续跟着他玩，继续，我五连胜了。哎，你别走，我们打配合打得相当好。这你来我往，是把对面的这个超同学是迷糊的够晕了，他也不知道我们这到底是什么战术配合。你该不会离我远去了吧？哎呦，他怎么走了呀？完了，换了一个人，我觉得很危险，兄弟们。这个人，我一看他这个叫地主，并非善类啊，可怕，不抢，不抢，不抢。不加倍，不加倍，不加倍，让你打的汗流浃背，给你三百刀，是个意思吗？加倍，来者不善，都不加倍，怎么讲？超强组合，你们该不会是一起进了这个房间来套路我的吧？不要搞我呀，我好不容易有一点四万豆了，别搞。三，我已经准备好了，他挂机了。三三，哎，好的，九。哦不，九吗？六吧，三六五六七八，对，六六，一手连对。勾。嗯。圈圈 K。K。有话说。不要。你压的气。二二的好，小王。小王过。你不会大王吧？你大王我就炸了。连对，连对，哎，我这手牌不要没得玩 ，pass。一手对勾 ，no。一手三 ，yes。三，五，六，七，五，九，九十勾 ，k。啊？
你这不是搞我吗？二的好 ，pass，要不起。然后呢？你们怕我是一手炸弹吧？超强！你们两个好好玩，不要套路我。阿超阿强，大王，大王大的好呀！快点，不要，要不起。过，看你展示了，兄弟，你别说你不行。对三，那是恰到好处。对九，对勾，只剩两张牌了，注意哦。单走一张，圈。Pass。对 K， 对 K， 压不起。不要，过。我这个时候就想把这个三百一，就想把这个圈拿出来，在手上面擦一个尖出来呀，这怎么玩呢？过 ，Pass。勾的好啊，兄弟。圈，我就一张牌了。托管。二，我就一张牌了。不要过八，1500多，怎么拿牌搓？行了吧，今天10000豆，还可以，懂我意思吧？10000豆了，我下了，主要是不能搓牌，我一手是吧？这像极了电影里面一个场景，刚好就是剧情完美对上了，把那个圈搓一下，然后他对 K 的时候，我对尖，哇，翱翔，拜拜，今天回到了最初的原点，1.1万豆，上到了1.2万豆，我爱了，拜拜，明天开始，晚安。买记牌器吧，别吧。你这让我买记牌器，跟我叫你看小地图一样，好吧？我们彼此别难为彼此，是不是？我你，别人来抓你了，你看小地图你不懂啊？你说你在补兵，我说你看小地图啊？你说你在对线，我说你看小地图啊？他来抓你了呀，对不对？一个道理，你不要让我买记牌器，因为你叫我看记牌器，我很忙的。OK。拜拜。希望大家多多关注，多多转发，拜拜。